我明白他，我明白他。等一下，沉默。对，其实这首歌就我一直很喜欢这首歌，我去就是它就是我们讲下乡去一些地方采集在地的食材，跟他们的一些农友的故事。然后下一首歌是李宗盛的《山丘》。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，甚至是因为想写成歌，让人轻轻地唱着。当夜风随意吹乱他的头发，他并不在意世界的。